张晨曦，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那是，这又是啥呀？去眼袋的。去眼袋的？还想骗我？就这一个玻璃球子里头装点水，它就能去眼袋啊？你懂什么？你个土老吗？切，那我土老吗？这咋还整个剃须刀呢？不咋的，张晨曦，你们女的也长胡子呀？让我好好瞅瞅。看什么？烦死了！这是我刮腿毛用的。哎，媳妇儿，老公给你买了套服装，你想不想试试？我才不要，又想整我。媳妇儿。今天我冲天发誓，绝对不整你啊！保证是古装，真的，真的。那我勉强再信你一次。瞧好吧你，媳妇儿，把眼睛闭上。期待。来，媳妇儿，先让你摸摸这个料子。哇，这手感不错，好像是丝绸的。必须的，给我媳妇儿买，必须买最好的。老公你真好。必须的，走，老公带你去换上。Later。来，媳妇儿慢点啊！哎，好。这是什么造型？站住别动啊！老公好了吗？来，媳妇儿，我把发饰给你戴上啊！哎，好。我看你是又皮紧了，这回就像了。像谁啊？像西施还是杨贵妃啊？像魏公公。笑容逐渐消失。魏公公。战争前的陷阱。陈世美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已经开始了。